衣服下摆卷边小妙招。衬衣是成熟男人的标志，所以很多男士都喜欢穿衬衣。不过衬衣的下摆很容易卷边，衣服有褶皱，难免会影响美观。怎么处理呢？一起来看一下。方法一，把衣服放在平坦的桌面上，顺着衣服的线条往下熨。如果没有熨斗，可以选择一个杯子熨。方法二，杯中加入比例1:3的白醋和水，倒入喷雾瓶中，均匀摇晃后将其喷在褶皱处。喷洒完后把衣服晾晒至干就可以了。由于水在蒸发的过程当中会带走白醋的酸味儿，白醋又能软化衣服上褶皱的纤维，所以这个方法能使衣服变得平整又没有异味。方法三，在装有冷水的盆中加入盐，然后把衣服放入浸泡一会儿，普通的洗干净就可以了。将衣服带水晾干效果更好哦，因为盐可以保持棉织品的原色泽，所以能有效地起到固色作用。以上就是解决衣服下摆卷边的3个小妙招，是不是既简单又实用呢？